咱们国内外的动漫大师和动漫行业的代表们，我们也非常高兴可以跟大家昨天同车抵达美丽的迁安，相聚在这里进行今天的大会。我是中央电视台的第七套节目的主持人韩雨桐，非常荣幸可以为大家主持今天的开幕式，谢谢大家。We did a weekly TV series called Lois and Clark. It was based on the character Superman. 我的第一份工作呢，就是每周跟华纳兄弟的这个一个影视组做一个记录。Technology was very different. We had a two-week schedule to do all our 3D animation, and the computers we used. There was no question that we needed changes in the computers we were using.你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哈门新闻。今天是2012年4月10号，星期二，农历3月20日。以下是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。今年3月5号开始筹建，特别邀请了国外电影特效师授课，学员培训合格后，将作为公司职员参与影视特效制作。影视特效的培训呢，主要是两个方面，第一是创影视动漫影视的创意。第二就是动漫影视的特效技术培训，要走创意和特效的高端技术。公司主要承接国内外动漫影视特效制作业务，将有效助推海门动漫产业发展。本台报道。